好的，那我们那一组呢，评审也吃完了，然后吃光光。Yeah. 我这样非常有把握。那林九，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要不要好，来，已经都稳了，是不是？没有没有。三二一，开始。封神，我跟你讲，我刚已经调查好了，附近有一间牛小排，好不好？什么烂？你直接叫外送 Uber。姐，好，封神，我跟你讲，我们逆其道而行，直接拿刀你乱切。乱切，乱切哦，乱切。等一下，什么剪刀？剪刀也可以，乱剪。好，剪刀也可以，剪刀也可以。剪，他干脆直接剪。没关系，你乱剪，剪成小块一点。他真的乱剪、欸，他大乱剪，没关系，他真的大乱剪、哦，就是乱剪。你以为这是理发店吗？我不知道他现在在走哪一路线呢、欸？这个路数我第一次看到，小当家都这样、啊。而且他是剪刀会有碎肉的那种。对，真的假的？好了，来，我跟你讲，接下来一样，跟他刚刚有看到，对不对？拿一些盐巴。然后手是干净的，擦干之后，然后你就撒在那一些牛小排上面，撒在牛小排上面，然后用手乱敲。等一下，怎么撒？先放，用手拿。你手先擦干净。首先去擦干净。等一下，用手进去挖那个盐啊？对。你有不是，不要对。你有汤匙，然后撒在牛小排上面。然后再撒上去啊？你就拿两汤匙平均撒，吃掉，平均撒在牛小排。你撒在牛小排上面，一匙就好了，一匙就好了，一匙然后翻吗？没，就撒在上面，然后就是这样子，看我的手，那些牛小排这样子，打功夫的感觉，对，太极感，太多了，真的太多，太多了吗？再要了，好，你就这样把它平均撒在所有的牛小排，手要擦干，对不对？对，这样子。其实风筝蛮会弄的，它的那个盐，它。帮你擦，好感人哦！做的牛手用肉其实很好看，盐平均用在牛上面有吗？有，现在很平均的，很平均，完美，就这样子看出来的，这样子就好了。接下来你就拿烤盘出来，烤盘在哪里？应该在那边黑色的，是不是？刚好像有看到那哦，这个、啊。看不到，是不是？应该是。然后你拿那个铝箔纸，有铺在那个上面，铺在那个烤盘上面，在烤盘上面铺满吗？完了，正反面我忘记了。知识哦，什么正反面？亮的那面盖在烤盘上面，哪里是亮？两个都很亮啊！真的吗？这两个都很亮啊！好，随便，反正更亮的，有50%的机会，你就用就对了。然后呢？摆正，把牛小孩摆在那个烤盘上面。对，真的不住想拍手，就这样子。我建议拿去烤盘，没有，我建议把钻头也放进去。不要理他，这样包不用，就这样子直接送过去。二楼，然后你就打开吧，然后温度150好了。要啦，100啦，比较漂亮啦。130，时间多久？不用，你就按开始，三小时，然后你就慢慢看。以我的米其林经验，大概6分钟啦。6分钟可以再加没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关掉。哦，没关系，我算准了，来开始。聊天太简单了，那我可以拿起来吗？风泽其实有点厉害、欸，我拿起来了、喔，拿起来。那我就先问你们两个问题好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可是你们这个 CP 到底是怎么组成的？这个很多人问过。今年的时候，前半段的时候跟唱片公司讨论的，让是真正要把这个名字变成我们的所谓的品牌。但其实这个名字大部分其实的原始开始是粉丝丢给我们的。对对对。我们在狼人杀玩了一些梗，但是大家知道啊，九折 CP 这样子。那你们两个是真心有可能会喜欢对方的吗？我跟你讲，我真的有想过这一次，对不对？我发现就是不可能。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有点受伤。怎么可能？你自己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俩要接吻，可以啊？真的假的？哎，脖子都亲了，那下一个还是亲看看，说不定亲了才知道有没有感觉。这个要开直播，在我的频道开一个。变聪明，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在这里发生？那问一个相反的，那你有没有曾经因为这个东西太多人一直讲，然后曾经感到厌恶？这个完全不会，这真的还好。可是老实说，这个名字不是我们在我们的事业上的规划之一，但是啊，莫名其妙出现，对，所以是加分的。因为毕竟你们两个是男生，所以我们都不会有这种暗中较劲的心态吗？没有哎、欸，好像没有。我觉得我们5个都没有，而且我们都超乐于分享资源。我有发现，而且你们5个都完全不同行。
完全，你帮我抓时间呢，我要好吃哦，吃一分钟是不是？我要5000块，我现在没有心在聊，还很熟哎，还很深哎，所以我说你要加火力，要加啦，火力加强一点啦，150好了，没有，现在剩一分钟，但是它的肉还是红色的，你就加。那我想比较感人的，就问风泽说，就是那种离乡在异地的那种感觉，突然遇到他们几个，因为讲真的，最近才知道你的话，其实他们不知道你已经在台湾就打拼很久了。嗯，有一段时间。而且你自己一个人在台湾开了公司，然后做很多首歌，然后做制作人到唱到歌手，然后甚至演戏，其实你都有尝试过哎。其实如果真的要坦白说的话，因为这些都是我一下来想要向往的目标。你要说我是完全惊讶，也没有完全惊讶，就是当初我建立这个公司，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那我惊讶的点是，可能在这半年或在这个短的时间内，可以那么快的让大家看到我们，只是这个时间是我没有办法去评估的，所以我是觉得趁这个时候就是好好的更加努力，然后做更多作品。那我觉得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团的存在是给我很多温暖的。当然像你所说，我的家人都在新加坡，所以因为有这些好朋友兼同事，所以工作的时候我常说就不太像是工作，就我们就是朋友聚在一起，所以时间过得特别快，所以有的时候也很充实。其实我发现我问完风泽要问你，但是不能一直偷看牛排啦，因为你更久，你出道更久，对，对你的印象除了狼人杀前一个最深刻的就是你哭，你哭，哎，那个时候你已经超级爆红了。其实我那个时候不是为了那个粉丝人数哭的，那个是为了反抗那个体制，我觉得可以讲，因为我跟滚石已经和好了，太好了，对，所以没有关系。已经和好，哎、欸，但是你知道讲很好笑哎、欸。我从独立音乐开始嘛，然后他是唱片公司这样子，然后我们为了陈英九这个品牌好，我们有很多的意见，因为那时候刚好历经这个旧媒体跟新媒体的转类，我当然就是觉得说新媒体就是要怎么做这样子嘛，那他们会有他们的一些顾虑。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争吵之类的，可是这最后面我们都是彼此了解了对方，因为像我现在因为很了解唱片公司的一些心态，就是说经营公司的一些思维什么的这样，所以然后他也了解到新媒体应该怎么样这样子。你们是不是在我旁边干嘛？哇，果然是、欸、你也太会察觉人了吧、这个、超黑的、欸、对啊，你怎么知道、啊、这超黑的、欸、因为你们都没有搭话、哦、啊，不知道在干嘛这样。这个心境是很少很少在节目上聊过，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一直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其实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一样的事情做了多久才被大家看到、嗯、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少聊，是因为我们也不想要把我们比较低落的一面让大家知道。我们两个4年前就认识，而且我那时候刚分手大单身，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陈林九超帅，所以他是你的。如果现在你单身，陈零九跟龙出现，来2选1，来没有？看单身，来单身龙跟陈零九出现，龙俊硕。我的牛肉好像好了，哎、欸啊，牛肉，牛肉，好，那我趁风泽在拿牛肉的时候。这是可以顺便讲一下，就是我们两个那时候认识的时候、欸、我们两个很需要平台，然后刚好我有一个主持节目、啊、然后他又需要上，就是上宣传，可以拿哦，零九那时候就是不要出来哦，那时候好像还不鸟他，没有人在管我，没有人鸟他，好啊，开心就好了。对，你看他肉是熟的就可以了，盘子在这边嘛。哎、欸，到的吗？你听得懂他的语言呢、欸？我都对啊，脖子啊，有点难到，是吗？很难到吗？然后你等下直接在那个盘子旁边，把盐撒在上面，放在上面就好，让他们自己沾。好，他完成了。好了吗？好嗎，你确定好这样摆盘的时候？那你觉得你好了吗？完美。好，好来喽，好了。好，可以了。嗯，很棒哎、欸。什么意思？不满意吗？不错啊，很棒啊。最重要是好不好吃，好不好？重点就是要沾盐，要沾盐，要沾盐。我觉得你要不要先自己试试你的作品？哦，可以，真的、哦？真的吗？搞不好还不用加盐呢、欸。真的假的？因为我刚才盐好像加蛮多的。哦，是哦。味道很可以、欸。哇哇！违禁我们蔬菜肉，因为我爱吃牛小排，牛小排怎么弄都好好吃哦。来，风泽把5000块端进来。真的，我觉得好吃、欸，味道好吃。好，那我们现在先评审试吃。但我们讲到4年前，我们很那个时候我是人生第一次主持。我主持烂到爆，然后零九居然愿意当我第一个嘉宾，
哦，那是超感人的，哦，那是你第一个节目哦。嗯，而且它题目叫做《拜托了爱情》，然后他每一个来宾最后都要问一题，说你喜欢单身还是死会？然后我那时候刚认识罗君秀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假装是我明天的来宾，帮我 re 一下本？嗯，然后结果我就说，那你喜欢单身还是死会？然后他又说，我喜欢单身啊。然后我就。我就神经病，我就神经病，我就然后我就甩门就走，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这样很可爱，啊，是放闪是不是？刚刚这一段，对对对，就是在想说他那时候的那个，我觉得我很荒谬，跟他根本就不熟，然后我在那边哼哼，但觉得他吃这套，他吃这套，他吃这套，他吃，他吃，我们相信他就一直这样，嗯，然后就说，嗯。然后超爱我们然后反正我其实真的超感谢你，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还需要那个平台的时候，嗯，到现在已经四年后了，嗯，我们很棒，我们撑过来了。我们聊聊伟静的心境，伟静，嗯，其实从团体，啊，然后到现在就是那个心境上的有什么样子心境从团体然后到一个人又变回团体，这完全没有想到的嘛。我觉得一路上我相比其他人来说，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因为当时在签进可米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的团体叫那时候终极系列，是，就是那时候小朋友很爱看，所以在那时候就已经有被大家认识了，从那时候到现在一路都是很幸运的，那我心境上一直都是觉得很感恩啦，所以就会特别珍惜现在这样每一个时刻。其实还是有一段低潮，当兵中跟当兵回，因为那个时候就等于只有余百，对不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还是有点抓不到重心的感觉。其实也没有太久，你知道吗？没有太久之后，我们就世间情了，就兵变了。可是其实你的形象就是从之前到现在，其实你现在越来越做自己，因为会开直播麦。对，没有那个开直播麦，那个是就顺其自然的啦。真的，大家很喜欢看我开直播讲一些东西，他们觉得很疗愈什么的。我都是一个有在做检讨的人，我不会觉得。我就是对我就是没错，我觉得是一体两面，如果依照这个人是正常人怎么可能不发泄，可是我们不小心又会影响到别人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做什么事情都要再想一下，虽然很痛苦，可是就觉得蛤，可是我们也有给别人好的影响，对，然后就觉得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们才一直正向的走到现在，不然其实超辛苦的好不好。对对对对，你看他们几个歌手，他们是如果没有公司还要自己掏钱出来做歌拍 MV， 我就这样子一直看着你们这样子从零到现在，嗯，太感人，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其实小赖也是，小赖也是，小赖不用你讲小赖了，气氛直接转变，不是小赖来交心，直接讲到哭爆，真的吗？就大哭特哭，哦，对，因为他其实。讲了蛮多以前大家不知道的地东西。评审吃完了吗？我们最后的最后我们要评分了。刚这个表情有点担心哎。好的好的，吃了。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总共可以吃的，我们都票选一下。那我们现在由工作人员来票选喽。那我们先五千，先请林前讲出。林前，请问是谁 ？Oh my God！ I love you！你这个工作人员很棒，加薪加薪，好不好？帅哥摄影师，谢谢。好，下一位，那我们请下一位。对，会做节目，会做节目，会做节目。傻哥，你不要为了做节目这样。傻哥，好紧张，好紧张。好，我们的妆发师 Marine， 请问你觉得最好吃的是？哇！五千块，没关系，我们还有两票，没关系。好，那我们请 Marine 来讲出。你最比较喜欢吃的是哪一个呢？他这个票，那违背了良心，我觉得他有点勉强。Marine 没关系，没关系啦，博良哥啦，博良哥。最后我们请，不偏见，我们给博良哥选二比二，三二一，请选择。他还说一定是，一定是。一定是，我要解释一下，明明这么老，我刚试吃的时候我都不想讲，不是很老吗？欸，很老，欸，你们的明明那么咸老吗？我的肾都快想说咸鱼了。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准备奖金的同时，三位来宣传一下。好，你们两个的歌曲。近期当然就是我跟维京出了一首《潜台词》，暌违三年的摇滚情歌。在那之后呢，也当然我们之前也出的《陪在你身边》。是是是。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多支持这两首新单曲。然后当然就是我的专辑在12月7号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预购了。然后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1月30日的演唱会，也可以见到大家日环食演唱会，谢谢。耶，新专辑还有
演唱会都要支持哦。那你们两个呢？现任跟他的前任发了一首新歌，叫做《潜台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好，那我们 ending 是最后的颁奖时刻了啊！哦天哪！恭喜你们！好了，果然他们真的是 CP。对啊，因为我们两个的默契可能还需要再磨练一下。好了好了，我们分他们一点钱呐。好了，来，1000。来来来。哎呦，谢谢老师，很棒！1000块，请大家喝饮料。哇！哇！这样很平均吧 ？Balance。Balance。下礼拜还没有接来宾。谢谢我们工作人员今天有饮料可以喝。交心厨房的话，订阅、按赞、分享，然后还有记得追踪他们。交心厨房，下次见，拜拜。其实这已经被吃光，就知道答案了嘛。你看，你拍一下，对，答案就是，对。我觉得重点是我刚其实很想讲，是最大的原因是在于那个厚度，因为其实两块其实都有一点点，就是红的那个。的成分在里面，它是在补刀哎、欸，大补刀，好难过。其实味道是 OK 的，因为它要配这个很赞。没有，不得不说牛小排真的好好吃哦、喔。对，那没办法，那是个人喜好问题。对，我觉得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抽到牛小排，我们其实也有可能会赢。能访问到他们三个，我也是非常荣幸。谢谢不亮哥，谢谢。对，如果没有不亮哥，就没有帮我敲通告。